只要有效的安全的东西就是科学的东西，就是可信的东西，就是可以推广的东西。我觉得中医就是应该这样，要真正的证实它是有效的，这样的话呢就会能够发展，能够壮大。现在在我们国内有这样的情况，中医搞中医的，西医搞叫西医的，虽然叫了半天，搞了50几年60几年，真正的合并，真正的融合，真正的互相支持以及互相的这个学习还是不算很多。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药是能够证实对新冠的预防作用。那么莲花清瘟胶囊据我了解做了已经在上海做了一些前瞻性的研究，对吧？那我希望看到结果。我们就是要通过这么一个不断的实践以后来证实我们中医，我们什么样的这个药以及是方法，不管是灸啊针啊，这些方法是有效的。